方案这题哦，他说 fx 等于几？根号 2a 减一，求把 f 为两次积分之后，一到五是多少？怎么说？来看这题哦，在教这题之前，老师先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基本上把 fx 抓起来微分之后，会变成几？会变成 f(x)。把 f(x) 再抓起来微分，会变成为几次？为两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反过来，把为两次抓起来积分，积回去会变成为几次？一次。为一次再抓起来积分会变几 ？f(x)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有这个观念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我今天要对多少？x 一到五之间，把为两次抓起来积分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去积分？老师刚刚讲过，把为两次抓起来积分，说变为几次？一次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为两次抓起来积分变为几次？为一次，为一次之后 ，x 从几到几之间？一到几之间？五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那是 fs， 换句话说，把 fs 抓微分就好了。所以说这时候你看一下，微两次抓起来积分嘛，抓起来积分为几次？一次，对吧？哈，那题目知不知道 fs 的？知道。所以说把这 fs 抓起来微分带进来是就好了。怎么微分？来，这时候 fs 有根号，根号什么微分？老师不教过大家，根号微分老师有教大家什么速解？看到根号微分，像开两次微分，麻烦把公式记一下，因为这经常会用到，所以说你就把它当作公式背起来，好不好？根号开两次怎么微分？它得两倍根号 f 分之 f 1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问你，根号 2s 减一分，你就直接来变两倍根号 2s 减一照抄，回答我 2s 减一微分是几？ 2， 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根号多少？你看这边 ，2s 减一嘛，所以根号 2a 减一微分怎么微分？两倍根号 2a 减一，就把这 2a 减一微分是几？ 2， 数下了，行不行？所以说22可以掉，可以约掉之后，对吧？我下去是几？根号 2s 减一分之一，对吧？哈 ，x 从一到几？ 5， 之后把 x 用几代？ 5 代， 10 减一， 9。开根号三分之一，掉 x 用几代？一代，二减一，开根号一分之一是几？一，三分之一减一代是几？五的二，三分之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